小妹，郑大哥，你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今天这么着急找我上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事。我看你这次回来，感觉有点瘦了，想着给你做了饭吃。你是在关心我吗？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呀？刚刚出来的。出走是呀？对。你不用这么破费，咱们随便吃点都可以了呀。乘着风的